在刚果首都布拉采维尔，9月4日这一天迎来了第11届非洲运动会。在开幕典礼上，除了来自54个非洲国家超过8000名健儿齐聚体育馆之外，也有精彩的开幕表演。该运动会是非洲地区最大规模的运动会，将进行22项不同的运动项目比赛。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，第一辆载送叙利亚难民的巴士星期6凌晨抵达奥地利边境。这是在奥地利以及德国同意收留数以千计难民之后进行的运送计划，预计大约800到3000难民将陆续抵达奥地利边境。目前执法当局已经安排了红十字会的员工接待这些难民，也准备了600张床位以及动员附近的城镇提供食物和医疗援助。9月5日以及6日连续2天，在英国遗产组织策划下，将举行哈德良长城庆典。哈德良长城是古罗马统治英国的重要遗迹。庆典期间，演员将穿上盔甲，演习古罗马时期战争的状况，让参与者通过不一样的体验，了解属于英国的历史。